吧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，差不太多了。这不他给他修修把车灯，这家伙开的车慢的给人家修的。啊，大哥，大哥。嗯，干啥了？啊，大哥。不知道。他不开的车去给人家修把车灯，把红放的。啊。啊。咱黑包也是跑了，他这才真急着去了，他给人家修点灯灯芯特别快啊。他这样的话，他别人干活他也不收这钱。操！这修两路才挣多少？你们修个两路要多少钱？站住了！是这旅行啊！我的天！泡一会儿吧，那老拽可疼了。还过了棍儿。这个拽不小雷吗？下来吗？没有。Thank you.